四大部位，打死这个小子。金铠甲，一切力汇聚术，超光速，无数激光术，无助困龙困，无限空间瓶收，哈哈，获得了四把神器。一群废物，一位神都打不过。火焰鱼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打进恩利的下方？恩利的金铠甲知识神器为什么会在你手里？该金金武器尊，你叫瑞金龙力尊恩利，你认识瑞金龙力尊？瑞金龙力尊是我四爷爷，我们金龙族找他很多年了，你快告诉我四爷爷现在在哪里。你说你是金龙族，你怎么证明你是金龙族？变身。你真的是金龙族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金神，瑞金龙力尊是我爷爷长生金龙神的四堂弟，瑞金龙力尊是我的四爷爷。金神，我听恩利说过，说他金龙家族出来一位满级阶炼丹师，这位满级阶炼丹师叫金神。满级阶炼丹师难道是你？亮丹。你真的是满级阶炼丹师？该金金府气尊，我四爷爷现在在哪里？恩利，现在在一千炼丹室炼丹，等恩利炼完丹我去告诉他，有神找他有事。幻境消失了，金神应该找到了该金金府气尊。气尊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二不可思议金神不是我的对手。大徒弟燃剑，你去闪烁宇宙白界云之山采100亿只千叶花灵药，我要炼制60000伤害力丹。师父，我这就去云之山采灵药。60000伤害力丹丹方难道有问题吗？我按着丹方炼制，为什么一直炼制失败？恩利，60000伤害力丹还没有炼制成功。没有炼制成功，10000年了，为什么总是炼制失败？为什么？该金金骨气尊，你叫他恩利，他是瑞金龙力尊吗？是的，他就是瑞金龙力尊。这位是谁？恩利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堂哥长生金龙神的孙子，他叫金神。你就是金神，听说你是满级阶炼丹师。四爷爷你好，我是满级阶炼丹师。你看一下这张60000伤害力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按照这张丹方炼制60000伤害力丹，为什么炼制不成功？我看一下，四爷爷，这张60000伤害力丹方少了2个灵药，少了百风木灵药和落果草灵药。满级阶炼丹师，名不虚传，看一下丹方就知道少了2个灵药。师父，100亿只千叶花灵药给你。我要开始炼丹了，再见。四爷爷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你为什么一直待在气界？四爷爷，力呢？精神，恩力，去炼丹了。我加了百风木灵药、落果草灵药，为什么还是炼制失败？这次不仅炼制失败，炼丹炉都炸了。四爷爷，你是几阶炼丹师？亮丹，20000阶炼丹师是炼制不了60000伤害力丹的，10000阶炼丹师才可以炼制60000伤害力丹。四爷爷，因为你炼丹师等级不够，所以你炼丹失败。原来如此。金神，你是满级阶炼丹师，你帮我炼制10000颗60000伤害力丹可以吗？你帮我炼制60000伤害力丹，我可以送给你9把神器。可以，四爷爷，我可以帮你炼制10000颗60000伤害力丹，无限分身术，分身无限，无限分身，分身为4，百风木灵药、落果草灵药、千叶花灵药，炼制成功了，1颗60000伤害力丹变成10000颗60000伤害力丹。四爷爷，60000伤害力丹炼制成功了，10000颗60000伤害力丹，你拿好。四爷爷，你炼制这么多60000伤害力丹有什么用？我带着10000颗60000伤害力丹，我要去挑战无双力尊。未完待续。